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14题，他说啊，某一个实验呢，它的距离跟时间，它的平方或者立方是成正比的。好，那大概知道这样，那大家要去做确定。那数据呢，得到实验数据是长这个样子。那要探索这个关系啊，它就立 x 等于都可以二为零 t 好时间，然后 y 是等于都可以二为零距。好，那经过变换的数据啊，就是有这九个点，好，这九组数据变成九个点，然后画出来的散布图就这样，然后用最小平方法所得到的这个回归直线就是这里。好，那很明显其实可以看到负二跟正四这个点。好，那如果叫做 y 等于 a 加上 bx。好，有问你说现在哪些正确啦、啊？好，问你 A 它等于，如果出等于14.88的话，那都可以都为底出呢，它介三跟四之间对吗？然后 RxY 会小0.2对吗 ？B 大于2.5对吗？猪 A 大于2对吗？一可以确定猪跟时间的三次方成正比对吗？好，那其实你以第一种为例，这个是很简单的，因为你14点多以2为底，什么是3？这个三你把它以二为底的话，它是 log 以二为底多少才会是三？就二的三次方就会是三嘛，对不对？那二的三次方是多少？8，对。所以这里如果是8的话，那它就是三，这个是等于三。那四嘞？16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的猪呢是介在八跟16之间，那它就会介在。整个取二为底就会接在三跟四之间，所以14.88有没有接在八跟16之间？有，所以这个就是对的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可以哈。好，那再来看 B 的话，其实这个散布图你直接看点就好，这些点它应该属于高度相关、中度相关、低度相关、无相关哪一种？高度相关，那会不会小于0.2？不会，那应该会大于0.7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一看是非常。几乎都在这个直线上面，所以这个错了，它一定是要大于0.7，应该等于0.9左右，哦，或者9多啊，哦，这个应该会超过0.9，看这个数据大概哦。再来 B 的部分 ，B 的部分呢，哦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 X 的斜率嘛，对不对？那斜率的话，我们看这里斜率的话，应该是这关，欸，斜率有没有学过？有，好。就是这个分之这个，那这里二，这里四，所以斜率呢要等于多少？等于二，对不对？那等于二的话，会大有没有大于2.5？没有，就是这个是错了啊。其实 B 就等于二啦 ，B 就等于二。好，那再来 A 的话就是这个 Y 的截距。好，来你看这里 Y 等于 A 加上 BX。如果我要只要 A 的话，最好这个 X 啊就取。当一个是零的时候，这个时候 y 就是等于 a 了。y 的值在图形上的值，那它就是 a。所以你只要找 x 是零，这里这么多点，哪一个点 x 是零啊 ？y 轴上面这个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不是零四嘛？所以当 x 等于零的时候 ，y 在这个图形上应该等于四。那 y 等于四的话，这个 x 等于零带进去，那是不是得到 a 就等于四？可以吗？所以这个 a 应该等于四。四有没有大于二？有的就是对的，那可以吗？好，再来看一，可以确定这个猪跟 t 的三次方成正比吗？好，那其实你应该是可以发现它是这个是正相关，那正相关的话，它的斜率是等于正二，刚才讲的哈，所以其实你就把这个带进去 ，y 是什么 ？y 就是这个 log 以二为底的猪就会等于 a 呢 ？a 是四，好，加上这个 b 是二，好 log。x 啊 ，x 是等于二为零 ，t 好是长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你就会可以把这个四啊，可以写成什么 ？log 以二为零的16，对不对？是24次方是16。好，然后这个可以又可以把它怎么样？二可以放到这边来，然后这两个又可以合起来，就变成 log 以二为16 t 平方。所以你这两个相等呢？这两个相等就可以得到猪呢就会等于16的 t 平方，所以猪应该跟 t 平方是成正比。再模拟，我再化解一次哦，就是说你由这个 a 跟 b 都知道了，你就把它写出来，哦，这个 y 就带这个，那 x 就带这个，就带这个，好，带进去以后，你想办法把它变成两边都是都可以二为零，
好，四千你都可以，二为你就是16，然后这个二可以放到上面去，然后以二为你加的就是正数相乘，所以16就乘上就平平方。好，所以这两边都以二为你，然后除，然后这是16平平方，所以除就要等于16除平方，那就会得到除跟平平方就乘这个。好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所以我们的答案要选的是 A 跟除，这个就不对了，这个应该不知道。